时代的进步应该给人类带来幸福，可是恶势力的发展却给人类带来灾难。在这个遵循着自然规律的星球上，每天都会上演着事故、意外和危机。彭博瑞，这只是他们之间可有可无的一场战争，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参与。参与者必须拥有一定的实力和背景。邵氏，华州人们心中的慈善英雄，一神集团总裁。艾伦 ，SG 集团总裁，掌控着全世界互联网络。澳洲 IT 之神伊本·巴罗 ，BI 集团总裁。金融枫叶赛蒙，奇科集团总裁。韩巴，世界重工业的先锋领袖人物，德威集团总裁。而他们手中的筹码，就是不断的升级装备。X50是集合五大集团尖端科技制成的芯片，植入者可以激发全部潜能，它足以摧毁整个城市。拥有它，就可以掌握全世界。参与者都想把对方踢出局。游戏开始，猎杀目标。以欧勾击主管大卫。我的运气一向都不太稳定，这把就不跟了。对于运气，我更相信能力。这把我倒想全跟。塞蒙，你的胃口太大了吧？有吗？人嘛，总会有饿的时候。看来大家的野心都不小啊，这么一比，我算是善良多了。不跟了。我是不可能这样退出的，毕竟野心不是每个人都有的。加州，和我相同的装备，他也是狩猎者。Shit, X50。谁出老千了？这不是你惯用的手段吗？不管是谁，违反了游戏的规则，就得 out。先停止游戏。喂！立刻终止游戏。喂！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？用指责来掩饰，你还是不够聪明啊，邵氏。好了，不要吵了，还是先想办法解决问题再说。既然这样，我们就改一下游戏规则，谁先找到装备，就归谁。会议结束。
我身上的这些伤都是从哪里来的？ 现在安全了，小姐。哎，等一等，你不认识我了？我们认识？我们当然认识。难道我被发现了？ Shit, X50. 先生，你冷静点，千万不要冲动。 Don't patronize me. EO sent you. 不是，我不是 EO 的人，我只是想。 救我，受伤落水，我拼命的喊你，你却没有反应。最后，你沉入水底就不见了。